美国有一个电视剧叫《House of Cards》纸牌屋，里面的男主角 Frank Underwood 是我老家南卡州的国会议员。那看过这个电视剧的人就知道，南卡州的桃子很有名。到了夏天，这边很受欢迎的一道用桃子的料理，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 Peach Cobbler。Cobbler 有点类似于派，但 Cobbler 要更简单。要准备的食材有两三个黄桃，半杯重筋面粉，半杯牛奶，四分之一杯糖，再两大勺糖，四分之一杯融化的五盐黄油，少量肉桂粉，半大勺泡打粉，半大勺柠檬汁，还有少量盐。先把桃子切片。然后在锅里跟四分之一杯的糖和柠檬汁用高火煮沸。煮两三分钟，在碗里搅匀面粉、两大勺糖、泡打粉和盐。加牛奶，搅匀的湿润。在一个四方形的盘子里倒黄油，再倒面粉。这一步的关键就是倒了面粉，就不要再动食材了。把桃子铺在上面，撒上肉桂粉。然后放烤箱，190度烤40到45分钟，烤到金黄色。最后配上冰淇淋就可以了。南卡州这个叫 cobbler，但到了北卡州就叫 sunker 了。但 sunker 的饼要比这个厚一点，在北方叫 grunt，pan 料理还有 slump 都稍有不同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尝尝。